五集，殷商大将。我早就看穿，那碧云彩云是玉蝉的翅膀修炼成的，已经被哪吒我打回原形，你们再也不用怕了。真是我的大恩人啊！这次真是亏了你们，大恩人。府内府外都找遍了，一点踪迹都没有。嘿嘿，不谢不谢，小事儿一件。你看哪吒，正事不干，吹牛倒是生龙活虎。哪吒，谁呀？九丝大王呢？某人光想着出风头，能找到吗？哪吒。哪吒小爷饶命啊，都是九丝大王下的令，我们也是听命行事。啰嗦，我问你，那恶贼呢？大王大王。是 啊不，那个恶贼带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跑了。跑了？这怎么回事？交出大王。将军，人跑了。向本将军求援，结果却连半天都守不住，真是无能之辈。哪吒！往哪儿跑了？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，进献财宝，寻求保护。这家伙勾结妖怪，欺压百姓，还想逃跑？哪吒我第一个不答应，必须把他抓回来。不能答应，抓回来，必须抓回来。哪吒，我找到九丝大王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好样的，电火，带路。哪吒，等等我。这家伙又不带上我。驾。那个家伙真会走这边？错不了，这是去朝歌的必经之路。那家伙害得大家抛弃良田，沦为山贼，今天一定要报仇。来了。老爷，走不动了。不能歇，被人追上来，咱们的荣华富贵就泡汤了。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商队，试探一下再说。哎呦！有情况！拦住他们！小心，这是朝歌的影子密探，有黑烟幻化的。我管他是谁，砍枪！嘿！我在九丝城见过这个人。叫！我认得他，这家伙是纣王手下的恶来将军。往哪儿跑了？说是有人要来接应他去都城朝歌。他一定是来这里接应九丝大王的。咱们先帮哪吒解决掉影子密探，然后跟上他。好，太难缠了。好烦！影子密探虽然伤害地位，但很难击退。时间紧迫，看我的！变！哪吒，把他们打散！超
哎，我吸。暂时困住他们了，快追个来。各位好汉，我们就是放枣子的。你们看，都是枣子。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交点过路费就放你们走。多谢多谢。等一下。这是什么？哇！这收起兵器。你是谁？这是谁？是你要前往朝歌惊现财宝吗？是，正是。这群刁民想抢进贡的财宝。速速离开，饶你们一命。可恶，一起上。不自量力。混天绫。哪吒交出九丝大王，立刻归还财物。影子招来。别叫了，都在我肚子里呢。既然不听劝，那就来吧。来。小子，我一根手指就能捏碎。吹吧你。没时间陪娃娃玩耍了。哪吒。鹤童子，看好百姓的财物。有点本事，力气真不小啊。坚持不住了。坚持不住就放弃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才不会输给你们。想跑？空有一身蛮力。好重的兵器，玩腻了。哪吒，现在求饶还来得及。我是哪吒，绝不求饶。遇强则强，好样的，哪吒。别闹别闹。哪吒小心。士可杀不可辱。这家伙挺有骨气的。是个汉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……哪吒小英雄，我也是受了九色大王的蒙蔽蛊惑，饶命啊。完了。我就吓吓他。怂包。嘿，接下去怎么办？小英雄，我用陈塘关的情报换自己一条命行不？你干嘛？什么情报？说。说完就放了你，说话算话。当真？千真万确。
光着小脚丫，他踩着风火轮，他穿着红肚兜，插着两个冲天酒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身躯造神话，小小身躯造神话，活泼可爱有想法，善良勇敢就是他。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英雄小哪吒，小小身躯造神话。